話希望爭取更多選委支持，希望能夠爭取更多選委的支持，因為香港是屬於大家的，我一個人呢不可能做曬所有的事，我希望是大範圍內爭取支持，大範圍內呢是團結各階層的朋友一起為香港努力。他之前接受商業電台專訪的時候說，希望參加2017年普選特首。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話，我有機會去面向700萬香港市民參加第一場行政長官的普選。